个东西，你们感当然感受到压力，我跟你们一起感受，我比你们还要早一点，因为我们天天开，比你们还要那个，还要习惯。对，不是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们都觉得会习惯，其实不习惯的。就像侬每天听到侬的时候啪啪啪当一巴掌，对吧？侬当一个礼拜，侬当也是痛的。哦，现在已经知道最高的速度了，对吧？对的。十八。各位来宾啊，现在我们乘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高速电梯，它的最快速度可以达到18米每秒，到达119层552米，仅需要55秒的时间。You are taking the world's fastest high-speed elevator. The fastest speed is 18 meters per second. In only 55 seconds, we will reach the top of Shanghai Observatory. 我们将到了，就各位观光客， we have arrived.